福兴东区胡伦社长期投入社会公益，照顾真侪长辈甲弱势学子，为着吸引更加侪人做伙投入公益，胡伦社当年拢会举办义卖活动，予更加侪人做伙来做爱心，活动的所得嘛将全部投入公益。沐浴乳洗发精，看看哦，梳子一支199，专柜卖450哦，看看哦。义卖活动物件真多，全部拢俗俗啊买。福兴东区胡伦社逐年举办义卖活动，邀请大家做伙来做爱心。1000，谢谢。福兴东区胡伦社为创社了后，逐年都会办理这个义卖活动，希望集结大家力量来帮助有需要的人。也希望透过这个活动抛砖引玉，让更多人做伙来加入做公益的行列。这一次的一个规模是以往的2倍之大，那我们也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公益活动可以不断的这个持续下去，也不断的让这样子的一个爱心能够更做得更好。那当然我们这个爱心义卖活动最主要是要筹措更多的一个经费来做更多的公益活动。那我们福兴东区福伦社做了非常多的一个公益活动，在小孩子的一个教学上面的一个这个照顾哦，比如说清寒家庭的这个学生的一个教育资源哦的一个提供啊，那以及我们的夜光天使，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优良的一个师资给这些需要照顾的这些学生们，以及我们的漫飞天使圣母圣心哦，我们也给予一个充裕的一个物资，让他们的这个漫飞天使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照顾，还有我们的社区关怀据点的一个老人公餐。那目前我们一天已经照顾到了1500个老人之多啊。那这样子的一个公益活动，我们希望能够不断的持续下去。不仅仅如此，我们也希望我们台湾的学生能够更加国际化。我们也提供了我们的这个学生的一个交换学生的一个这个公益哦，那希望我们台湾以及我们的社会能够越来越好。义卖活动在社长甲社员的用心之下，愈办愈好，参与的民众嘛愈来愈多。非常感谢咱福兴东区胡伦社哈，由我们王社长带领所有社友夫人哦，今天到我们工会堂前哦来做那个爱心的一个义卖。也让我们把所得哈捐于啊一些哈需要的一些单位，还有一些家庭。感谢咱那个福兴东区胡伦社，已经迈入第6年的一个哈爱心义卖的一个活动。目前呢啊，这个爱心拍卖的活动哈，真的是一年比一年更盛大哈。那真正是要感谢咱所有社友哈，真的是很多哈啊，提供自己很多的产品，优质的产品哈。那还有很多好吃的，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哈。那也谢谢咱福兴东区胡伦社，平常时拢伫咱啊各个角落哈来做爱心哈。那把这样的义卖所得也在付出哈，来照顾更多需要关怀的我们的对象啊，在这边哈，欢迎大家一起共襄盛举，好因哈，让大家一起来哈啊，大家都是爱心满满，福气满满。现场是来了真侪民众共襄盛举，大家做伙来参与义卖活动，毛这个活动是办甲非常的成功。新中华新闻蔡东青陆港采访报道。